周先生，好多时候咧，我都听到啲人提起自己屋企里头嘅玄关。咁到底玄关系乜嘢嚟嘅咧？哦，玄关是一个很悠久、很古老的名词了。现在呢，就很少有人用，所以你就不清楚什么是玄关了。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呢，有一位诗人叫岑参，他写过“临下必玄关”的诗句。那由此可知呢，玄关的历史是多么的长久了。那么玄关呢，原来就是指是家宅的正门，那是因为家家户户呢都有正门，所以呢家家户户就都有玄关了。但是这样后来有的人呢就把玄关的定义呢是给收窄了，那么就说是大门口到隐蔽那一部分，是入门的必经之处，才称之为是玄关。那么这可以说呢，是狭义的玄关了。哦，原来玄关呢有个咁样嘅转变嘅，咁又唔知道点解玄关呢又咁受重视嘅咧？是这样的，因为呢，一进一间房间的大门口呢。一定就要先经过玄关，然后才可以是进入到房屋的其他部分。所以如果说大门是一间房屋的喉，那么玄关呢就可以说是一间房屋的喉咙。那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吃东西、咽东西，或者是说话呢，就一定要先经过喉咙。那么正因为是这个原因呢，所以玄关就这么重要，那么受人重视了。古人是怎么装修布置玄关的呢？那么古人就认为玄关呢一定就要时常保持清洁明亮以及是通爽，千万呢就不要是昏暗阴暗，也不要呢是脏兮兮的，更加不要是堆积太多的杂物以致阻碍出入，否则呢就什么都谈不上了。那么其次呢，有的人就喜欢在玄关正对大门口显眼的地方呢就摆放福禄寿三星的，那他们就认为呢这样就会是三星道门，就是呢这个财运健康长寿以及是福气都会降临到家宅。那么有些人呢就喜欢在玄关很显眼的地方呢是摆放那些寓意吉祥的图画的，那么例如呢是摆放那些象征富贵的牡丹图，象征如鱼得水的年年有余图，那么象征幸福满门的百福图等等。不过无论怎么样，一定就要保持是灯光火亮，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呢是金碧辉煌的象征了。我听有些人说啊，玄关那里不要摆放鞋柜，否则一进门便是唉声叹气的，一点都不好意头。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的确是有这样的说法，不过我就认为呢是迂理不合，大可以是置之不理的。那么原因呢是这样的，设置玄关的意愿呢是用来作为进入房屋走出房屋的缓冲区，给人们呢在那里是穿鞋穿袜的，所以在玄关那里设置鞋柜呢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的。不过呢，鞋柜是最好尽量避免是正对大门口，以免呢是有碍观瞻。那么鞋柜呢最好就把它是摆放在玄关的侧面的地方，这既方便又顺眼的多了。那除此之外呢，古人在装修布置玄关的时候又有什么讲究呢？那么古人就认为
玄关一定就要保持是通爽宽阔，千万呢不要是太过狭窄，因为他们认为玄关如果太过狭窄呢，就好像一个人被掐着自己的喉咙，那么喉咙太过窄呢，吃东西啊以及咽东西呢都会有困难。那么那些迷信的人就会认为玄关太窄，那么外面的财气啊、官气啊，以及是这个福气呢，都很难是流通进屋了。那么此外呢，很多人就认为，在玄关是对正大门口的地方，千万就不要挂一面大镜子在那里，因为那些迷信的人呢，就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难是有钱入屋了。一事论事，我就认为玄关呢是正对大门口的地方，的确不适合是挂一面大镜子的。原因呢，就是当有宾客前来探访的时候，当他们是推开大门，冷不丁的从大门口里面是看到自己的倒影，那就会吓一大跳。这样的情况呢是相当尴尬的。那的确是言之成理。对了，宋先生，那你对玄关又有什么看法呢？我就认为玄关呢就是出屋进屋的缓冲地带，那么有了它呢，那些人就不可以是一进入房屋就直接的登堂入室了。所以有了玄关以后呢，是既可以保持多点的隐私，同时呢又可以增加是安全性的。其实呢待人处事也是一样，我们应该尽量的保持多点的缓冲，尽量的多留余地，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很多摩擦和冲突了。知错能改的环节了，没错了。那么从上一次知错能改这个环节中的图片就看得出，主要就是错在一间大厅里面，竟然是摆放了十来二十个的神像。那么正如俗语所说的满天神佛，那就不是很正常了。那么一个人呢，为了寻求心灵的寄托，有宗教的信仰呢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是什么都信，什么佛都拜，那就正如一个人有病，同时找了十多二十个医生来医治，那就会呢是自相矛盾，自乱阵脚了。那么更何况呢是同时在家里面供奉十来二十个神佛，哇，那些香炉啊、烟火啊，就会熏到整个屋子都是乌烟瘴气的。那么改正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应该呢尽量的避免在自己家里面是供奉太多的神佛。今天有副新的图片来考考各位观众的眼光，大家要仔细看清楚，里面究竟有什么错误之处呢？如果各位想知道自己的眼光是否准确，以及想知道如何去改正呢，那就请留意收看我们下次节目里面知错能改这个环节就自有分晓了。下次节目再见了，拜拜。